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朕的皇后了。杨礼，出马云，拓跋浚，弑君篡位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将逆贼格杀勿论。
还是装疯？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。我真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你依然是我的皇叔。原来你也一直在骗我。我不会对不起先皇，更不会与你为伍。各位大人，当初先皇驾崩之时，的确有遗诏留下，但是遗诏不是将皇位传给拓跋余，而是将皇位传给高阳王拓跋矩。当年拓跋余害死景穆太子的真相被先皇知晓，拓跋余安排在先皇身边的爪牙宗爱就此杀害了先皇。此话当真？不错，先皇驾崩之前亲口对我说的。当初你为何要骗我们？因为他用尚书府一家人的性命威胁我，我逼不得已只能暂时屈从。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先皇临终之前除了向我留下口谕之外，还告诉了我一个大魏皇帝世代口耳相传的秘密。死无对证，你为了让高阳王登基当然信口胡说。如果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我现在就是皇后，根本不用冒此大险。我只是不能违背先皇的遗诏，不能帮助这样一个阴狠之人成为国君，更不能让那些冤死的亡魂不得安息。高大人，事关皇室荣辱，还请高大人带着众位大臣先行回避。臣告退。属下去外面看着。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谁是乱臣贼子想必大家心中有数。你们的职责是保卫皇城，保卫皇室，而不是做那些逆臣作乱的棋子。还不速速离去。是是是。拓跋余，你害死我父母，害死黄爷爷，为了一己私利手上沾满了亲人的鲜血，像你这样的人就该一败涂地。朕不明白你们是如何串通一气的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还有我们的誓言，我们经历风雨的日子难道你都忘了吗？那些誓言你要记住记一辈子。你给我听清楚，你的结局只能是和柔然之流为伍。城外有密道直通大殿，静待高阳王出宫与其会合。我与拓跋余大婚之日便是入宫剿灭乱党之事，你相信我？我不会骗你。
未央那天说他不会骗我，我相信他。我们说过一生一世不离不弃，那些听起来是侮辱的话，其实是让我想办法离开皇宫去找李敏德。好一个心意相通。君儿，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未解之毒，解药在朕的手中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军桃怎么会在宫里面？将他们拿下！是。好，娘娘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呢？你的皇上已经被高阳王控制了。拓跋浚，他不是已经疯了吗？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你们怎么也想不到皇宫里面有密道，带走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密道，密道，将解药交出来。我把解药交出来，你就会放我走吗？拓跋浚，你恶贯满盈，自然难逃国法。但是念在你是我皇叔的份上，我会给你尊严和体面。俊儿，我从来不用人家的可怜，左右都是死，我们叔侄俩就一起上路吧。我算一算，这段时间你身上的毒也应该发作了吧。哎呀，黄泉路上有你与朕同行，也不会寂寞。不止两个人，是三个。好啊，今日我就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。李成乐，你又做了什么？怎么办啊？他也中了跟你一样的毒。拓跋浚，你一定心痛难忍吧？把他给我押走！走！解药在哪儿？告诉我解药到底在哪儿！未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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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拓跋浚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交出解药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拓跋浚，你想杀我？可以，但求你看在拓跋浚同是皇室的血脉，放过他。我李未央这辈子没有求过人，现在算是我临死前求你一次，求你放过拓跋浚。未央，未央。
好啊，朕把解药交出来。君儿，随朕来吧。李明德，让你等住，别动，马上回来。未央，未央，你撑住，解药很快就拿来。怎么只有一颗？没错，只有一颗。你和李维央注定只有一个人能活下去。拓跋君，我很想知道你会怎么选择。如果是维央，他一定会把药留给我。我也一样，我希望活着的是维央，我希望他永远比我活得好。拓跋君，你根本就不懂爱。愚蠢。皇叔，我求你一件事，如果你真的爱过未央，我希望你以后什么都不要说。哼，蜜桃，蜜桃，我一定要找到蜜桃，蜜桃，蜜桃，皇上，你等我。药已经拿回来了。你吃过了吗？我吃了。那你的毒解了没有？拓跋君，跟你开玩笑的，这不是神仙药，哪能吃了就好？不过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来，你也赶紧吃了吧。吃了就好了。我们总算是挺过来了。别老抱着，撒手。维扬，我们走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啊？拓跋君。拓跋君。